盘点公司年会搞笑片段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I'm on, I'm on, I'm on to the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首 You Spare Me Run 可谓是传遍了每个公司的年会现场，每一个表演者在用表情告诉老板，别说100万，就是1亿的业绩我也能轻松拿下。不过看了他们的表演，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做不了销售的原因吧。如果人呀，如果人一定要花团锦簇，轰轰烈烈，本宫肥肥自打本宫进宫以来，只因本宫才貌过人，满腹经纶，仅此而已。娘娘，您就是一笑说华有内涵。这么大的话，莫不是怀孕了？您呀，就别拿老婆说笑了。梅妃娘娘今日真是容光焕发，来让我听一点，眼圈有点黑。别听他瞎说，这不昨夜跟皇上召见，陪皇上批阅奏折，这一夜未眠，身体呀甚是乏累。梅娘娘昨夜是老身一直陪在皇上身边，未曾见。